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啊，今天是大家的放假的时间，然后占用在今天能够参加这个我们的这个群小灶。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呢，是我们看看安少的口袋系列二的关于口袋设计的这一篇。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一个神奇的补位工具。本节课的内容呢，就是相对比较集中一点，主要是讲一个我们的补位工具跟我们的一个中心旋转。然后说起这两个工具呢，我们其实前面有 ACE 啊，包括其他的有一些老师他们也讲过那个相关补位的一些就是一些案例吧。今天我们其实把这两个功能为什么这个应该是其他管理员的声音，稍等一下啊，我把他们静一下。我刚刚使用了那个上麦序模式，现在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听到的打一下一。 OK 好，刚刚可能有其他管理员，因为我有其他的声音，我现在就把他们关掉了，我一个人就讲了啊，一会儿再开。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补位工具跟中心旋转，其实他们核心的那个功能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关于我们那个中心的一个控制。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词，就是 center， 对吧？说白了还是 center， 对吧？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个，我们的那个补位工具。补位工具呢，其实我们先语言描述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我们是通过增加对象的一个空白区域，以达到增加目标对象的一个点击测试区，或者是说是转移动画的作用中心为目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针对它的作用其实有两点，第一就是我们可以扩大它的点击测试响应区，一会儿我们会讲什么是点击测试区。然后包括通过这个扩大它的点击测试区，我们如何完美的诠释一种叫做隐藏的雷区。今天我们在发那个群小灶的是那个公告的时候，也有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讲其实要揭秘不为人知的雷区。其实我们是可以营造一些雷区的，一会儿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二个对于补位的功能它是什么呢？就是快速的一个调整作用对象的一个动画中心。这现在就出现一个名词，什么叫动画中心，对吧？咱们先留下一个疑问，什么是动画中心，是吧？现在我们已经给大家画上了好几个问号，一会儿我们一一的按照这个问号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些东西。然后如果有使用过我们的那些补位，其实它有几个特点，我在这边先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番。就是它的特点呢，第一，它可以实现一键式的，就是你可以你同时可以补位很多对象，一键式批量的，对吧？这是我们首先这是口袋的一大，对吧？所有的功能基本上很多都全部都是一键式批量，对吧？这两个特点。然后第二个我们的是操作非常简单，就是这个补位不仅是可以给你提供了一些预设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补位，而且我们给大家增加了一个就自由补位，就是那个东西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参数，如果你觉得那些预设的太简单了，不符合你一些复杂的一些场景的应用，可以通过自由的补位进行一些参数上面的调整。然后第三个我们就是在你进行一些补位啊，还有那些取消它的中心旋转的等等那些功能，全部我们是要保证我们的一些动画数据不能丢失。比如提前前面它已经有动画了，然后你去补了一个位，结果动画就丢失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保证你的动画数据不丢失。操作步骤呢非常简单，第一步选动目标对象，第二步点击执行补位就行了。然后这是
它的一个描述，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刚刚我们产生的那几个疑问给大家一一给解答一下。然后首先我们刚刚开始说了我们补位是什么，就是把它增加一个补位区，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补位对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吧？然后现在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图啊，左边这个图就是我们的一个补位对象的一个剖析。我们看到的中间这个有色的这个区域，其实它是原本的，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红色的这些虚线，其实都是我自己后面给补画上去的啊，你们只是把它作为它的一个标识的一个区域而已。真正的对象其实就是这个有色整个这一块是我们的对象。然后我们进行了，我们这边现在是默认的给它加了一个垂直的补位，垂直的补位就相当于把它垂直方向高度给它加了一倍，对吧？加了一倍之后，其实它就分了几个区域了。第一个就是它原本的那个对象的那个区域，叫做目标区域，对吧？就是一个原始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目标对象。第二个，下面这个空白这个区域，其实就是一个补位的对象，就是我们补的一个空白的一个东西。然后通过这两个对象，它们拼接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由原来的一个作用中心，就是那个有色区域的中心点，移到了下面它的边缘这个点，这个点叫作用中心，也就是有效区域的一个中心点。其实在后面我们会讲，其实这个中心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一个东西，叫做动画的一个中心点。动画的中心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动画，比如说你些什么轮子啊，还有擦除等等这些东西，它们是有一个动画的一个中心点的。从那个文字概述上讲呢，它就是表示是一个非隐藏对象的矩形轮廓区域的对角线的一个焦点。现在我们看一下，就相当于从左上角到右下角，它这个焦点这个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动画中心点。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行轮子它们都得有中心吧，它就是相当于它都就得依赖于我们这个对角线的这个焦点，其实就是这个点上面，这就是一个作用中心点。然后整个这个区域，它的补位区加目标区域，它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区域，其实就是叫做一个我们新的一个叫点击测试区。点击测试区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案例去告诉它什么是点击测试区，对吧？然后补位对象就是我们的空白的，对吧？这就是首先你们先得有一个概念，我们补位出来东西是个什么东西，是吧？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到了普通视图给大家看一下，对吧？我们的目标区跟补位对象还有什么作用中心点，我们先感受一下，对吧？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地方我们先建一页。我们现在插入一个普通的一个矩形对象，对吧？现在我们想给它进行一个补位。我们先做个例子吧，比如说是我们就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中心的，就是这个轮子，对吧？现在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中心在哪儿，就是这个矩形的中心。但是我们有时候想，比如说是我们把它中心往下移一点，就是底边这个中心点，我们作为它的中心怎么办？我们相当于得把它的中心往下移。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快速，我们先模拟，就是给大家模拟一个垂直的一个补位。首先看好了它的现在的区别，就是现在它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垂直的补位。补位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明显这个区域是垂直方向，就是垂直方向它的那个高度增加了一倍。这样一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动画的中心点就在新的这个区域的对角线点，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点上。我们给它加一个小圆点，让方便大家看一下，对吧？我是弄大概吧，大概就是一个什么的位置，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大概描的一个点，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刚刚那个轮子的它这个中心点在哪里，对吧？因为它是从那个正对的它这个垂直方向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轮子的，所以我们直接就看它的一个效果，它肯定它的中心点就在下面这个底边上了，应该都看得到了，是吧？
这个如果你们再不明显的话，我们可以再进行第二次一个举例，对吧？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如果你们觉得不明显的话，我们再看一个，对吧？随便，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个，大家都喜欢用那个陀螺旋，是吧？现在我们这个陀螺旋的中心点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这个矩形的中心，对吧？对角线，它原来的那个对角线这上面的，我们要调出来，直接，我们这是模拟的它的一个，随便我点的，这可能不是很精确，对吧？但是它就在数据的它那个对角线上面，我们去给它转一下，它肯定模拟这个。如果我们想把它的中心点往下挪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对吧？我们把它这个对象，我们进行一个垂直的一个补位，相当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里相当于这个东西，我们新的一个作用点往下挪了它的，因为它这个区域是什么呢？也是个新的那个对象的加上空白区域，整个这个点击测试区扩大了，也是变成它的新的对角区了，就是下面第二个这个点，我们给它标记为黄色，对吧？新的这个点，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动画效果是怎么样的，对吧？应该就很明显看到了吧？这就是准确的把我们的动画，什么叫动画中心？其实大家一目了然，就可以通过这一个简单的一个动画效果就能看得到中心点挪了，对吧？也就是我们刚刚这一块讲的新的一个作用中心点往下挪了。就是整个这一块地一个地方，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补位，一个新的补位对象，新产生的那个啊，就是他们通过产生出来整个那个对象，它已经不是一个圆，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对象，我把它称之为一个补位对象，对吧？这就是刚刚那个实例。好，我们刚刚给大家描述了一下我们的那个简单的刚刚实现了两个，一个垂直补位，是吧？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现在界面上，我们给大家其实提供了有四类吧，准确的是四类的一个补位。第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中心补位。中心补位我们可以看，你们如果现在有打开自己的 PPT， 可以看一下下面那个补位工具，下面其实预设了有中心补位、水平补位和垂直补位，下面还有一个自由补位。其实我们怎么说呢？这前面三种补位，其实它是都可以在那个自由补位自由去把它按照你自己的参数可以设定出来的。为了大家方便，不一定每次你都得点开这个自由补位，对吧？点开那个自由补位，然后自己去设定那些参数。所以我们直接在那个功能区这下面就给大家准备了那个中心补位、跟那个水平补位和垂直补位。其实自由补位里面就是很详细的一些参数，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那几种预设的一种补位吧。预设的补位其实就主要我给大家准备了是有三种。中心补位是什么呢？它就相当于他们以当前那个对象，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有个红色的那个虚框啊，其实就是它补位出来的，我给大家画出来的。然后根据它的中心点不变，然后也就是它的整个它的宽高都增加一倍，也就是变成了原来的二倍，然后中心对齐，这就是进行了一个中心的一个补位。垂直补位呢，就是以最顶部对齐，然后向下补位一倍，扩展一倍，然后补位出来一个对象，相当于它现在只是把它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动画中心就下移到了它的底边，我们看到这个有色区，这个蓝色区的底边这个中心点这个位置上面。然后水平补位呢，很简单，垂直补位我们刚刚演示的水平跟它差不多，我们只不过是把它进行水平的进行一个补位，也就是说由它原来的那个中心点移到了右侧的那个边上的那个点上面去了。然后至于详细的应用，你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我们在我们
讲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自由补位里面有很多参数，之前我们先给大家灌输一个东西，什么叫做固定点。其实在那个我们讲那个自由补位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参数，除了我们就是水平补位多少还有垂直补位多少之外，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三个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比如它的中心补位，相当于它那个中心点是不变的，对吧？中心点是不变的。如果是垂直补位呢，是相当于顶部这条边的中心点，它们一直是固定的，没有变化，对吧？然后我们水平补位呢，相当于左侧的那个中心点的位置是没有变化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必须懂一个什么叫固定点。然后在我们软件设定里面，我给大家画了这么一个图，其实它有中心，依次就是我们的那个八个方向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依赖的什么，后面你们看到我们说法里面有类似什么补位固定点，其实这八个就是我们的补位点。左上角顶部中心，右上角右侧中心，右下角然后底部中心，那个左下角还有什么左侧中心，是吧？这就是一个那个补位的那个点的一个固定点。首先大家先有一个概念，这就是加上对象的一个中心点啊，一共是九个。然后你们说的那个实例一会儿再说好吧，我们先把功能给大家讲完之后，然后再具体的你们有什么疑问，一会儿我们后面有答疑时间。然后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关于这个固定点，也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张图，对吧？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自由补位。自由补位你们打开那个功能区，下面就是什么中心补位、垂直补位、水平补位，下面那个功能就叫自由补位。自由补位是干什么呢？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一个设定进行的一些参数的一些设置。因为有的就是你的那个我们什么中心补位默认的就只能给你变成两倍，但是有的人他的需求是吧，我想变为三倍或者是不要两倍，对吧？你需要按照自己的当时的那个动画的一些场景需要设定那些参数之外怎么办，我们就完全去可以依赖于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自由补位。自由补位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界面，这个界面其实理解起来也比较简单，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讲了什么叫预设的一些东西，好，包括刚刚给大家演示了九个固定点，对吧？其实我们就看一下这两边功能区里边有第一个就是预设补位。预设补位其实我们只是把那个界面上那个什么中心补位啊，还有垂直补位跟水平补位，在这个预设补位这个下拉框里给大家展示出来了，对吧？然后下面就有一个自由补位区，一会儿我们直接讲完这个，然后我们直接实战的给他看一下什么叫自由补位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固定点，就是我们当我们进行水平扩展或者垂直扩展之后，我们可以自由去设定它到底是以哪一个点固定不变，然后进行一个延伸，对吧？比如以某一个点固定之后，我们进行水平延伸或者是垂直延伸。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是固定，然后这些固定点，然后下面有个自定义位置。自定义位置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那九个点之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你想在哪一块区域去设定那个固定点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固定，对吧？然后我们那个其实我们从参数上去讲哈，那几个预设补位我们刚刚也讲过，比如说我们那个中心扩展，也就是我们中心补位，它其实是水平扩展至两倍，也就是增加了一倍，垂直扩展了两倍，对吧？然后它的固定点是对象的中心，我们刚刚已经演示过了，还有水平扩展是吧，水平扩展两倍，然后固定点是左侧的一个中心，然后还有什么垂直扩展，对吧？这都一样。然后我们的固定点，对吧？这九个也给大家展示过。然后就是一个自定义位置，自定义位置是什么呢？前面我看群小道里面也有人，就是群里面曾经有人问
不清楚这个自定义位置是什么，这个地方我做功能的时候也少了一个提示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声明一下，就是这个那个自定义位置其实就是相对于那个目标对象的一个左上角的一个位置，就是左上角的一个偏移，默认的是左上角跟左上角对齐的，你可以进行一些偏移，这样就是你相当于你从左上角开始，然后可以把它的固定点选择任意点进行一些设置。然后我们可以看两个实例是吧，我们这边先看 PPT 这上面的，这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什么中心补位是吧，中心补位你们现在自己也可以把它那个调出来对吧，调出来那个中心扩域，它那里其实它就相当于水平扩展了两倍，垂直扩展了两倍，然后它的中心点固定点还是不变，还是原来它的对角线跟新的对角线，大家可以自己画一下对吧，肯定是不变的，也就是相当于它在这个左边这个位置参数这边预设，其实它自己就帮你选定了它是对象的一些中心。然后你们可以就是在此基础上，你选择一个那个中心扩域之后，你去调整那个固定点，每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们现在可以从一个实例去看一下对吧，看一下它一个中心补位的那个，比如说是现在这么一个对象对吧，我们进行一个中心补位，默认的它的固定点是在它的中心点，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些调整对吧，就是默认的我们先那个放在左边，就是在不调整参数的情况下我们放在左边对吧，这一份放在右边，我们进行自由补位，我们试一下啊，自由补位你看在这边参数我们可以看到中心扩域其实它的水平是扩展至两倍，垂直也是扩展至两倍，固定中心在对象的中心，我们给它改一个它的中心，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效果，我们改到了随便下面这个什么顶部中心，我们看一下这个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好，现在扩展完了，大家看一下啊，现在的我们用个红色的点，其实相当于现在它的固定点在这儿，而原来在哪儿呢，是在这儿，第一个默认的我们那个中心点固定在这儿，我们刚刚设定的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的那个面板上，我们选那个自由补位，我们是选择的是顶部中心对吧，顶部中心也就是这个点，其实你看它现在扩展出来的就是扩域，水平扩域跟垂直扩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对吧。然后我们再可以再举一个实例，再给它进行换一下，我们再在右边，我们再给它切换一个。我们只举两个例子，简单的啊，刚刚是顶部中心对吧？我们再换一个，我们换那个什么右下角，我们看一下右下角的结果啊，看到没？现在它补位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相当于右下角是不变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中心点作用中心点其实已经跑到左上角了，因为你右下角不变，然后进行一些水平的扩展跟垂直的扩展，这就相当于动态的把动画的中心移到了左上角这个点上面去了。其实这个时候你想怎么去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添加动画，就很容易就能去改变它的一些动画中心点，这就很容易了对吧，这是预设的，在预设里面可以进行精细的一些那个调整是吧。我们继续看第二类，就是完全性的，就是按照下面什么自定义补位区呀、自定义位置是吧，你可以去设定它的固定点跟中心点。我们这边有一个实例对吧，这是我们默认我们看这上面设定的参数，我们是定义的自定义补位区是水平扩展至两倍，垂直扩展至两倍，然后我们把它的左上角的位置设定了10/10，也就是偏移水平方向偏移10个像素，而且我们这边有个像素值，
下面有一个备注哈，就是位置定义可选像素像素级或者是一个倍数级别的一个东西，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按照我们默认的这种扩展方向，我们是按照多少多少倍是吧，多少多少倍这种级别的一些参数，我们也可以按照直接是偏移几个像素，我们就在这边勾选上这个像素级，比如说我们这个实例里面就是水平扩展值两倍了，垂直两倍，然后偏移的是十个，然后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中心现在位置在什么地方了，其实已经在原本的那个对象之外了，这就是它的新的一个动画一些中心点。我们也看一个实例，对吧？我们也可以带大家试验一下。很简单，点击自由补位，对吧？我们现在给它扩展至三倍，是吧？改为三倍，然后我们定义位置，我们给它改成那个水平位置，我们偏移40个像素，对吧？垂直位置也偏移一个60个像素，对吧？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看到没？这一个蛮大的哈，已经出了那个区域了。我们因为水平跟垂直方向，我们其实都已经给它扩展了三倍了，就相当于水平方向都扩展了三倍。然后它的偏移左上角的位置是偏移的是40跟60个像素，这是情况一。我们一会儿换一个参数，我们试一下啊。先记住这种效果，我们继续增加，我们对比，为了方便对比，我们再来一页。对吧？你依旧用那个原对象，我们进行扩域一次，我们改变一下它的那个左上角的位置，三倍。我们这边给它，我们给它这边自定义位置，我们进行不变，对吧？我们还是设为00，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大家，我把外面那个框给大家描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加个红色的框，对吧？可以看到我们左上角偏移其实相当于是零了，就根本没有偏移。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的偏移是，其实大家可以用那种取色器啊或者类似的，你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它的那个像素值你可以去自己去测一下，一个是40跟60，对吧？啊，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设定的左上角的位置是偏移的是00，这就是固定点，我们可以自由定义它的固定点，对吧？这就讲完了。然后说到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哈，就是前面不是给大家讲过了，就是口袋的那个补位，就是可以叫做什么，营造不为人知的雷区。雷区是什么啊？雷区就是相当于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实中就是给别人布的雷区，就是很隐藏的东西，但是那个地方实时存在有东西。我们有一种需求，就是假设那个地方是空白，我们又想让它响应一些，比如说是动作设置啊，好像什么那个动作设置啊，超链接啊，包括它能触发一些动画触发器啊，对吧？整个那些东西我们看似这个地方，哎呀，看似那个地方没有，对吧？我们当我们的鼠标放上去之后，它能够响应能操作。我们口袋不位，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效果啊，对吧？看到没，我就往这个空白区一放，对吧？我这边是加了一个动作，整个这其实就是一个雷区了。整个这一往这一处理，整个这一块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这一块虽然它我们看不到，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区域，但是它是可以响应我们的一个雷区。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完全意义上的对象，对吧？其实我们要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普通的这个对象哈，其实还不是一个你们手动能够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放大，我们看一下这个对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把这个人，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超级的一个功能做出来的一个对象。就这个对象是一个单独的对象，它是没有任何进行一些补位的。你们看一下现在这一块
就是它的实际的区域是很小的，但是它外面的轮廓，就是整个这个大小，你看一下这个大小，中间有很多的空板，空的。但是这是微软它能够实现的，这是一种纯粹的补位。纯粹的补位就是我们目前对它的实用性，就是暂时没有开发相关的功能，后面可能会推出类似比较有好玩的东西吧。今天给可以展示一下什么叫纯粹的补位，你们大家下去可以试一下，看你们能不能做出这种对象来。就是实际区域只有这么大，然后但是它显示的它的轮廓大小是外面这一圈，如果你能做出来，那你就很厉害了哈。这个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这种纯粹的补位其实是微软它的机制可以实现的，但是它实现不了就是口袋补位的东西，不是裁剪搞不定的。你们可以下去玩一下试一下，这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东西啊。你们就去做这么一个对象，如果谁能做出来，我有奖励啊。可以下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但是这种补位就是本身是微软它自己可以实现的一种补位，但是它这个补位对于我们要改变动画对象的那个中心点其实是没有用，包括创造雷区都是搞不定的。但是口袋的这种补位它补位出来它是能够响应雷区的。其实我们同时都给这个对象加了一个，刚刚的我们有一个爆炸的一个声音，但是微软自己的那个纯粹的那种补位造成了我们点击测试区是没办法在这种空白这一块是响应不了雷区的，但是口袋的这种部位是完全可以响应这种雷区。这种雷区其实蛮有实用性的。对吧？这个雷区就只有这一块有色区，然后这个雷区是这边，对吧？下来我会把这个 PPT 分享一下，然后下面你们再看一下，我们接着讲今天，对吧？这就是不为人知的雷区哈，雷区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然后说完这个补位啊，那些前面有什么中心补位啊、垂直补位，还有什么自由补位，其实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另外的一个功能，叫做补位对齐。补位对齐是什么呢哈？它有两种实用场景。当你选中了一个对象，然后你去点击补位对齐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会按照你的高宽，也就是补位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小的一个，相对于它的高宽最小的一个边补位，进行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区域，就是一个什么矩形区吧，形成一个矩形区，然后就相当于它成了一个正方形。这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导出一些图片呐、啊，或者什么东西，你想在不进行一些拉伸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导出一些图片，对吧？进行一些自由的一些补位，这个就是一个补位对齐单对象。如果你使用多对象，其实多对象很有意思，就是把你所选中的所有的对象里面的最大高度跟最大宽度形成一个补位区，然后从而把这个补位区应用于所有的对象。这个东西是之前那个黑明在玩动画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需求啊。具体的实例呢，后面可能黑明那边我问一下他那边有什么用。然后我这边主要运用的是单对象呢，其实我用的比较多，多对象我自己的补位可能没那么多了。然后单对象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对吧？比如说是现在这么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矩形吧，我们想让它导出一个，比如我们下面这些图标默认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加载的，它都会形成一些需要一些矩形区，不然它就会把它进行加入那个形成那个 logo 之后，它就有一个压缩嘛，就相当于形变了。然后我们想增加空白区，其实很简单，我们点击直接点击它自由补位，
哦，点击，点错，点源，不位对齐，其实它就直接就形成了一个，正方形就搞定了，这就是一个补位对齐。还有一个多补位的，没什么那个，目前我使用的案例哈很少，后面我问黑明问一下他那块有没有什么具体好玩的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附加类吧，就是一个补位对齐。然后，自由补位其实我们补位这一块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啊，就是功能介绍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增加那个空白区，对吧？然后实际的使用呢，就是有三个，对吧？雷区，是吧？雷区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那个点击测试区，还有我们的那个动画中心点，就这么三个。然后我们下面要介绍另外一个 center，对吧？我们今天就讲 center。另外一个叫做中心旋转，其实它是参照它的功能描述上面讲的，就是参照对象的一些中心，就是可以改变它的旋转聚丙的一些中心角度。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一个对象要旋转，我们是得拉着的那个上面。选中那个对象之后，上面有个旋转聚丙嘛。但是我有种情况，就是我们想对象不变，我们旋转聚丙要如果能偏移一定的角度之后，我们进行旋转，就是那个对象是被锁定之后，我们这边提供了一个叫中心锁定旋转这个功能，它有三个作用。第一个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任意调整文字的一个方向。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个实例吧，就是大家具体的针对于就是怎么去调整文字方向，其实这一块有非常大的一个好玩的东西，估计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地方啊。就是第一个是调整文字的方向，第二个很好玩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调整我们的旋转聚丙。我们的聚丙其实它的那个偏移，当形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那个聚丙其实是可以调整它的偏移角度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很常见的，对吧？有时候去设定一个那个对象的一个什么旋转度之后，就跟普通的旋转角度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我们也可以方便的，就是去拖拽，然后看它的一些效果。然后这边针对于操作上面，其实它非常简单哈。我们除了选中对象，然后点击那个功能区上面的命令之外，我们还有个快捷键，就是 Ctrl Shift R，直接就可以搞定出来的。然后，另外它还有能保证我们的数据完整性，什么文字显示啊，对吧？动画数据保留这些等等都能搞定。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实例看一下它的具体的运用啊。还是一个简单的啊，比如说是我们现在上面这个对象。这上面有几个字，我们想让它垂直方向去旋转这个文，这个上那个矩形区哈，我们不让它变，我们想让那个文字改变一下角度怎么办？其实很简单了，我们 Ctrl Shift R，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我们拖动这个聚丙，你看一下，对吧？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字的变化。我们后面的那个区其实我们是没有做任何变化的，你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啊，反正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情况，这就做到了你的文字可以任意的进行一些方向性的一些变化。可能做到这一块哈，大家非常有心中有一个疑问，玩过那个文字的那个三维旋转，那个大家都会知道。其实我们可以改变那个文字的那个 Z 轴的一个旋转，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它要比三维旋转要高级很多的，对吧？我们先对比，我们先看这个效果吧。我们刚刚是形状不变，文字方向进行一些变化，对吧？那这动态的展示，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再插入另外一个对象，我们要让你们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如果你现在在 PPT 上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开那个幻灯片，然后自己去试一下，跟着我这边操作试一下。刚刚我说过的，有说过它跟系统的那个三维旋转有什么区别，对吧？一对比就能发现，对吧 ？Z 轴旋转，我们就是只是想改变这个口袋动画这边的旋转角度嘛，对吧？对吧？我们就旋转。其实我们旋转之后，我们也旋转同样的角度吧。好，现在有人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些区别没有？我把这个图可以，其实发过去，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其实你们看一下，就是微软它自己的那个 Z 轴旋转之后，它那个字其实变模糊了。就相当于它那个字已经不是我真实的一些字，它进行了一些就是在绘制层面的一些数据的上的一些就是叫做什么抗锯齿化，所以就导致那个文字其实有点看不清的。其实这个地方很有问题的，如果你这样去做，第一方面首先你去调整那个角度很麻烦，第二个就是它出来的效果很差。但是口袋这个东西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它的效果，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损失的一些旋转，就是它的文字方向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呢，就是我们的 Ctrl Shift R， 对吧？包括点击我们这上面的这个中心旋转就搞定，点击就可以。然后我们那个界面也非常简单了，对吧？这边就是可以显示它当前的那个旋转角度，对吧？然后这个有个滑块处理，你既可以用左边这个角度这个地方，它可以微调一次性，它可以就不会让你这种拖动，你可以自己在这里面输入数值，对吧？你想旋转多少度也可以搞定，对吧？然后我们要提到一点，我们这有一个叫锁定形状，其实你们那个现在那个界面哈叫锁定中心，我后面觉得那个命名哈有点不太规范，在下一个版本可能那个名字我就换了一个显示名字，就叫锁定形状。其实相当于默认情况下，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这样进行的对它进行旋转，这边是形状不变，然后那个文字在变方在进行一些旋转。但有的情况就跟那个系统的那个旋转角度一样，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上面的那个旋转是吧，包括这什么水平旋转啦、自由旋转，包括拉动旋转矩柄，这个它是相当于文字跟形状一起变。有时候我自己不太喜欢把这个其他选项去调出来，然后去设定它的角度，然后我直接用这一个界面统一的在这里面，我只要不去掉锁定形状，我就可以任意的去跟普通的系统的那个旋转角度一样，非常方便。这个勾选其实就决定了它是否如何去进行一些旋转，到底要不要锁定后面的那个形状，这就是锁定中心的一个功能。中心锁定旋转就是这个功能。然后至于什么实用性哈，其实我们刚刚这边看到了这个是对比跟 Z 轴旋转，刚刚给大家发了一个图啊，可以看一下，其实就是一个模糊的问题，包括操作的难易程度问题，这一个对比，这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今天的其实我们的那个功能就讲完了哈，主要是就是两个功能，第一个就是补位，第二个就是中心旋转，对吧？然后我们这边拉了几个案例吧，就是我今天的这几个补位的，其实之前 ACE 有讲过一个群小灶，就是关于补位的，所以我今天直接把他的做的那个案例我放在这个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可以看到这个钟表其实做得非常棒啊，就是很合理的，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完全是依赖于我们的那个补位做出来的一个效果，非常非常好看。包括这个加载项，对吧？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所以我直接就拉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包括这个 flowers， 对吧？
看一遍，全部都是中心补那个补位工具做出来的效果，对吧？还有盆栽啊的生长。刚刚就是大家给大家讲过那个通过那个补位的形式去调整那个中心点，其实或许有的人曾经用动画风暴或者是其他的动画调整工具做过，就是通过公式或者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其实也可以改变它的那个动画中心点的，不过那个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比较差，它有抖动，就是它那个中心点虽然你肉眼上看的它在转，其实仔细一看它上面是有那个中心点位移的一个抖动的，非常不精确。这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提议去调整这种中心点，要去用我们的那个补位工具。好，那会儿是讲完了那个补位的实例，我这边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其实我们使用的场景吧，比如就是这么一个形状，插入这么一个形状，然后上面里面的一个文字是这么一个角度，然后我们想让根据它当时的那个一些角度变化这些文字，其实非常简单呐，我们直接就调整就搞定了，它想贴到哪一条边上就贴到哪一条边上，这就是中心那个中心锁定进行旋转那个功能的非常有实用的性的。这个东西是完全是一个对象，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什么文本框跟它堆积起来的，我们完全是通过一个对象可以任意的去改变这个文字的一些方向，包括它的贴近点，如果有两个那就没意思了，对吧？为什么要它要比你直接插入一个文本框，你相当于你的管理成本增加了，如果你做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里面的东西越多也就会越干扰你，懂不懂？而且我假设我就想插入一个形状，我管理它非常方便的，如果你插入一个文本框之后你还得把它们要么进行组合保护起来，对吧？甚至有时候一下丢失了怎么办，这个地方你可以动态的改，就相当于你不依赖于就是任何它的形式的那些变化，你就可以做到这些上面的一些什么文字方向的任意改变，对吧？就拿这个实例，其实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我们刚刚那个实例，对吧？把它复制出来，把这两个删掉，其实非常简单的。比如我们就想着让它变成贴近左边这一条边，我们不需要再去复制什么文本框出来，我们就在这上面去调整，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对吧？然后调整完方向之后，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让它顶部一对齐就搞定了，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完全无压力，对吧？顶端一对齐，你说这操作多简单，不像你去做一个文本框，然后你里面进行一些旋转，加上后期就是你的维护成本是非常高的，就是你不需要再去用多个对象去处理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就是在你维护的时候需要付出代价的，你应该尽可能的就是让你的那个简单，对吧？你可管理性强一点，这就是中心旋转。好，我们这边今天讲完了那个前面给大家讲了那么多那个补位工具哈，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调整动画的中心。其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们的福利秀，是吧？就是我们口袋现在出了一款比较好玩的东西，叫做动画中心工具。就是前面讲了那么多数据性的哈，你们怎么去补位啊，或者什么的，如果还有人还是不会去知道怎么去调整动画的中心点，其实我们就出了一个更小白的一个工具，
就叫动画中心工具，然后我今晚上可以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对吧？看一下这个神器到底是怎么玩的，简单的展示一下。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箭头是吧，我们想让它围绕着某一个点是吧，默认的我们一个旋转是吧，默认的一个旋转，我们把这个打开，不希望看到其他的动画。默认的我们其实它这样旋转有问题，我们想任意的去改变，我们把它那个中心点我们换到它的那个右侧这个箭头那个尖上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神器到底是怎么玩的啊！打开动画中心，看好了，我现在去，这上面有一个瞄准器啊，这个很好玩的，这个瞄准器，对吧？我们直接也可以这样点，也可以精确的这样去拖，也都可以，直接就可以点。然后我们这边也又可以显示轮廓区域，我们把那个轮廓显示出来，包括它的边缘顶点，对吧？原来它的中心点在这个顶点这个上面是吧，我们现在是想把那个中心点围绕这个箭头上右侧这个尖上作为它的中心是吧，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瞄准器对吧，瞄对准这个尖儿，点击 OK。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效果，这个太漫长了对吧，原理上是完全跟我们刚刚那些数据性的一些一样，因为有的人不喜欢玩数据啊，就是觉得数据太难了太复杂了，然后这一款就是完全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刚刚我们是给它调整了那个左侧那个尖，我们再继续给它换是吧，都可以换了，中心点我们继续给它换，我们换到那个上面这个箭头这个尖上，我们让它围绕这个点去转。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效果，继续，然后我们现在去看它的那个旋转啊，我们刚刚是给它这个上面这个点作为它的中心，我们现在去看一下，看到没有，它现在固定点那个中心点在哪，就是那个尖上，完全无压力的，就是任意去改变它的那个中心点，这就是动画中心工具，什么地方都可以，对吧？甚至哈，你就去，刚刚我们是作用对象上面，我们包括我们想把它挪到其他位置上面，是吧？我们放小一点，我们弄大一点，对吧？挪到其他这个地方，让它围绕这个点儿，对吧？这已经跑到对象外面，都可以把它定位出来，然后我们去看它的旋转出来的效果，对吧？它围绕的就是它这上面刚刚我们建立的另外一个点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动画中心工具，非常非常简单吧，我觉得这个这样去操作，因为这上面参数配置也非常一目了然，是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福利展示，福利秀啊。然后今天所有的功能就讲完了，然后进入解答时间，然后有问题的现在可以问一下。这是谁做出来了吗？昨日重现是吧，你做出来了，你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矩形其实很好玩的，你的那个对象是一个对象吗？还是组合出来的？我需要的是一个对象哦。对，你可以把那个文件发过来啊，回头如果好的话给你一个奖励啊。图形入库功能不能用是吧，你的那个可能就是一般情况下不能入库，都是权限问题啊，在那个安装手册上面你可以讲一下，去看一下它那个安装问题上面，一般都是安装问题，安装问题上面有那个对应的那个说明，那个权限什么什么的吧。
什么那个 I 组合之后再做动画不行，什么意思？还有人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准备下了啊。没有了是吧？没有我就准备下了啊。机会难得啊，反正是。然后至于新版本的发布呢，后面就是会按照我们这边的有对应的开发进度吧，然后给大家会去发放的，对吧？好，如果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啊。然后下面这一块呢，又是我们的那个公测群，如果有其他群的，然后没有想加入我们进行一些分享的，然后是吧，就可以来我们的群进行分享，然后我们这边会有实时的一些交流互动。视频都会有的，然后最后面那个东西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微博。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